你如果要有危险了，我就出来保护你。你要是无聊了，我就逗你开心喽。我要你陪在我身边。你从来都没有喜欢过我，对吧？一个星期以后我会卖掉实验室，然后永远离开。第972次实验，准备蛋白质合成。就算这次失败，咱不是还有时间吗？苏一菲明天就要收回实验室，一定是小店把副店想打坏了。 你是没人要的垃圾。